罗斯将军。确实。要注意武器的保养。这勋章是给我的吗？我也不是什么都能预测到的，谢谢。有新命令了吗？听我口令，射击！一鼓作气，开火！已经到达指定位置，请指示吧。是正前方，开火！找到敌人了，攻击！战场可不是闲聊的地方。
快，我们上了。都准备好了吗？谨遵吩咐。沉着冷静才是制胜的法宝。有什么要求就尽管说吧。进宫前要记得检查枪支的状态哦。注意风向，射击，调整方向，开火。小事一桩，包在我身上就行了。都别落下，冲锋！注意隐蔽，正面作战不是我们的强项。发现敌军，准备迎击。作战进行得很顺利，您的指挥十分出色。放心吧，这次不会再出错了。跟上我的节奏吧。发现敌军，准备迎击。敌军，准备迎击。分散隐蔽，射击。听我口令，射击。一鼓作气。报警，就按预定计划行动。不要大意，部队的后勤也要跟上。战友皆要互相扶持，一起上吧。握紧剑柄，上吧。请下命令吧，我相信你的判断。抓紧缰绳，冲吧！好的，请继续执行计划。就是现在，开火！好困啊。侦察就交给你了，去看看吧，小云雀。是正前方，开火！是在叫我吗？大家不要慌，我们来了。整理一下行装，让我们跳起兵来亮个相。
休息好了吗？那就准备作战吧。还没找到敌人吗？请指示，机密局一定不会让您失望的。打起精神，可别落在后面了。下令吧，是你证明自己的时候了。是敌军，开火！尝尝这个。好了，不要忘了战斗计划。呀！别担心，我会完成任务的。看来有收集情报的必要，该干活了，迪昂。下命令吧，我已经等不及了。好的，我准备好了。赶快结束吧，要耽误研究的时间了。你们看好了，可别拖我的后腿啊！没关系，南城的敌人就交给我吧。什么时候才能给我放个假呀？当当当当当！大家注意，天才乐手欧珍妮要登场啦！别太依赖我的能力，多用自己的头脑思考吧。平时训练的成果吧。为了荣耀，突击！记得检查枪支的状态哦。调整方向，开火！注意方向，射击！我的射击水平还得再提高才行。拉瓦西老师可没教过这个。有什么要求就尽管说吧。拔剑吧。我们上了，都准备好了吗？好机会，就在这儿击溃他们。注意，放！
沉着冷静才是制胜的法宝。握紧剑柄，上吧！作战进行得很顺利，您的指挥十分出色。找到破绽了，给我打！放心吧，这次不会再出错了。跟上我的节奏吧！谨遵吩咐。是敌军，开火！好样的，有这么勇猛的士兵，我们还有什么仗打不赢？啊，有新命令了吗？听我口令，射击！就是现在，开火！注意隐蔽，正面作战不是我们的强项。不要冒进，就按预定计划行动。敌人露出破绽了，给我狠狠地打！准备，开火！请指示，机密局一定不会让您失望的。发现敌军，准备迎击！隐蔽，射击！好的，请继续执行计划。找到破绽了，给我打！啊，是在叫我吗？大家不要慌，我们来了！伙计们，证明我们价值的时刻到了，开火！发现敌军，准备迎击。对于情报人员，实战经验也是不可或缺的。感谢您让机密局参与这次的任务。好困啊！请下命令吧，我相信你的判断。哈！小事一桩，包在我身上就行了。好了，冲垮他们！都别落下，冲锋！分散隐蔽，射击！不要大意，部队的后勤也要跟上。战士们，用你们的英勇去夺得胜利吧！侦察就交给你了，去看看吧，小云雀。
敌人吗？一鼓作气，开火！责任越大，反正哥哥是这么说的。战友间要互相扶持，一起上吧。呀，战场可不是闲聊的地方。骑兵队，拦住他们！该我们上了。骑兵队，拦住他们！该我们上了。别太依赖我的能力，多用自己的头脑思考吧。就是现在，开火！打起精神，可别落在后面了。赶快结束吧，要耽误研究的时间了。要论武器的性能，我们这边可是不会输的。调整方向，开火！看来有收集情报的必要，该干活了，迪昂。好的，我准备好了。别担心，我会完成任务的。哼，整理一下行装，让我们跳骑兵来亮个相。下令吧，是你证明自己的时候了。尝尝这个，下命令吧，我已经等不及了。好了，不要忘了战斗计划。休息好了吗？那就准备作战吧。啊，什么时候才能给我放个假呀？哦，跟上我的节奏吧。都准备好了吗？有新命令了吗？
一群懦夫，就这样也想赢过我吗？集中火力，开炮！听我口令，射击！注意隐蔽，正面作战不是我们的强项。不能让机密局的名声扫地，上吧，歼灭他们！准备，放！发现敌军，准备迎击！等一下，你这个叛国者，您要不要再考虑一下这个？啊！确实。放心吧，这次不会再出错了。女士们、先生们，演出就要开始了。什么不干活也能填饱肚子的工作吗？谨遵吩咐。沉着冷静才是制胜的法宝。没关系，南禅的敌人就交给我吧。有什么要求就尽管说吧。你们看好了，可别拖我的后腿啊。进攻前要记得检查枪支的状态哦。作战进行得很顺利，您的指挥十分出色。已经到达指定位置，请指示吧。侦察就交给你了，去看看吧，小云去。保护更多的人，请大家帮我一把。找到敌人了，攻击！不要冒进，
就按预定计划行动，不能让他们前进了，给我顶住！找到敌人吗？不要大意，部队的后勤也要跟上。啊，是在叫我吗？大家不要慌，我们来了。好的，请继续执行计划。大家加把劲儿，我们马上就要赢了。是正前方，开火！请指示，机密局一定不会让您失望的。战场可不是闲聊的地方。小事一桩，包在我身上就行了。好困啊。是敌军，开火！尝尝这个！是敌军，开火！休息好了吗？那就准备作战吧。为你犯下的罪行，付出代价吧。骑兵队，拦住他们！战友间要互相扶持，一起上吧，保持队形，全军准备冲锋。下令吧，是你证明自己的时候了。你们已经无路可逃了，乖乖投降吧。尝尝这个。别松懈，还没到高兴的时候，等我们凯旋回国时再做庆祝吧。下命令吧，我已经等不及了。一鼓作气，开火！整理一下行装，让我们跳骑兵来亮个相。看来有收集情报的必要，该干活了，迪昂。分散隐蔽，射击！发现敌军，
准备迎击。请下命令吧，我相信你的判断。抓紧缰绳，冲吧！好的，我准备好了。打起精神，可别落在后面了。准备，开火！狠狠地打！注意，放！赶快结束吧，要耽误研究的时间了。别太依赖我的能力，多用自己的头脑思考吧。啊，什么时候才能给我放个假呀？哦，跟上我的节奏吧。找到破绽了，给我打。和预想的结果一样。有时候真希望能多点意料之外的事。我居然会输给这种女人。这下全没了，我的荣华富贵，我的……可恶！啊？可恶！别跟他废话了。没错。不用怕。什么？